观影提示，本期内容众多，有吃有喝有祝福有风歌，结尾还有一首新歌。好了，请您看片吧。Hello B 站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打个招呼。2024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有一件正事要办啊。红儿，我搬家了，你们来家里果园的吃大席。哎呀，请村里的大厨来做饭。听见没有，峰哥今天请大厨跟我们豪吃一顿，今年的新年大餐咱们走起，峰哥家把礼物都端上来，来来来，走去峰哥家。新年好，这还拿这么多礼物邮什么的。你不搬家了吗，峰哥？哎，是啊，我那边拆迁嘛。里面有羊呢。啊，有羊。我说你还带羊？不用赏羊，我们自己带羊了，快拿点钱。那就吧，那等会商量就接。商量就接。哎呀，还拿什么礼物？你看见那鼻子？哎呀，我这都有。你这个我不吃。都有，你看，这给你。带的乐器啊，这个我喜欢，来来，好，我不喝奶，你等，那行。哎呀，花生瓜子，咱们瓜子，好，那咱先进屋暖和些，走了。屋子啊，有点热。大面子之上啊，快三口大锅呀啊！今天我请了两个大厨过来，往屋里暖和。哎呀，拿这么多礼物，我都不好意思。暖和屋里暖和。咱也客气啥呀，自己家一样的，真是跟峰哥客气就不对了。桃园来了，你炒烤串怎么样？专业的，曾姨，要不你把这卸了？这个我会卸，这个不会卸呀、啊。来，学姐，大葱刚好洗了，看看啊，西红柿洗了，再把大蒜拔了，菜洗了啊，我和面。哎呀，你看这发的面，相当不错。馒头，面起来。哎，老子，抓一只咱家鸡回来。一只够吗？一个够吗？哎，一个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桃儿，串羊肉串，弄点红柳过来。学姐，去把菜洗了。我就在旁边喊啥呢？哎，干了。走，哎呀，这是公鸡，那是母鸡啊！哎，一抓一怎么选啊？哎呀！我不是我手啊！它母鸡跑得比较快呀，抓这一只啊，这个是阉鸡，抓这一只。综艺进化，抓鸡战神。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鸡。哎，不是，这不合适吗？这给峰哥两口，这人家这两口，咱自家的鸡有什么合适？那合适，自家鸡。哎，林花，鸡又抓回来了啊！丁大厨，来。哇，黑吧，这两只肥啊，黑吧，这两只交给你啊。第一不小心把下蛋的母鸡也抓了啊，咱自己家的啊，咱自家的，没事。我他们抓着帮着把羊对羊给卸了，完了后你们几个串串，你看看这家四条腿就卸了。哎，是凉的，快下进去，赶快把那锅里的拿来，葱姜蒜，拿个大铲子。峰哥浪费鞋呀，没事自己家鞋。哎，这个好啊，一边烤一边吃啊，这个羊肉串啊、哦、买买鸡多少钱一串？你说嘛，这个东西嘛，15块钱一串，我觉得应该熟了啊。来，给你尝一块。
熟了吗？我这个熟了吗？熟了，熟了。你要不要尝尝我这个？啊，你们也这么说啊？就是夏天，你要是这个啥时候能烧开呀？小伙子们，快来烧火呀！不能吗？合适吧？自己家一样的，你不合适也合适了。现在，我感觉我要感冒了。馒头你会蒸啊，姐？必须会啊。那就不让出去蒸啊。哎哎，爸，别出去蒸，我不会蒸。这个火为什么是往外吹呢？少点，先开了再弄。哇塞，这波不漂不行了。这我就觉得他们都不会穿肉，知道吗？啊，这肉不是这么穿的，这肉烤不熟的，这肉要竖着穿。不是它的肉，你就必须得像展毡一样的把它展开。你看这比较，对吧？老子，两只鸡都是你抓的。对呀、啊，咱自家鸡嘛，认识人嘛。可以呀、啊，你见了我他就不带走了。鸡心想主人，主人你来吃我吧。来，先锅盖来。昨天我肉展开了，肯定能烤熟。我去推销我的去，学姐，来尝一块吧，外焦内嫩啊，真的是外焦，外焦里嫩。妈呀，羊肉熟了，整齐。哦，来，凉菜，酱牛肉，这是酱牛肉啊？对啊。哎呦，香啊！来，这个是红油蹄筋儿。红油蹄筋儿，好。来，红油蹄筋儿啊！李老师占两桌。好了，哎，我还拿一个。我先替你们尝尝。继续走菜。凉拌。你先来的，你回去。来走菜。凉拌白菜心儿来喽！哦，凉拌白菜心儿来。凉拌白菜心儿，火山飘雪。为啥是火山飘雪呀、啊？红红的上面带点白。上个菜，哎，这个是小葱拌豆腐啊。对，六个凉菜凑齐了。来，仪式感如鱼得水，热腾腾的馒头，看到没？哦。再上个主菜，炖鸡。抓鸡战神说句话，炖鸡厨神。来，大人们坐这，小孩。咱们。元旦快乐，来，好，元旦快乐啊！来，大家一起说，2024，哎呀，我都不知道先吃哪个了。别客气啊，就跟自己家里一样。开整，大口大口吃啊！你们吃，一人拿个馒头，干馒头来。这个叫蘸炒制高汤，你觉得味儿怎么样？特别棒，特别好吃。羊肉能吃得惯啊？馒头好吃。不想多说一句话，下一秒菜没了。陶哥是凤凰传奇最最最最最元老的第一批人。04年的年底。04年是吧？学姐是05年，我们最新最新最新的一个晶晶，20年来的新老朋友们，今年2024合起伙来，好好的干一把啊！好，来吧。来了，你也没提我呀，我不提你。没有我、啊。还有啊，还有我们一个老。
老人就是我们的导演的团队，导演的团队是我们疫情三年我们没有演出的时候全凭我们的导演和我们一起。那我站着。哎呀，这就能起身来，我起不来啊，这人来，我们起许个新年愿望。涛哥，那这得cue涛哥了。首先我要把我的身体照顾好。哎，这个是对的了。在未来更好的辅佐我们这么优秀的艺人往前冲。显得我刚才发言没有情绪。峰哥，我跟你说，明年你们少来几趟。B 站的小伙伴们，你们也可以许个愿望，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和大家一起交流交流。去年呢，我们更新的比较少，老放大家的鸽子。今年我们一定努力，更多的去更新，希望在现场啊，在更多的地方能够跟大家见面。对，没错。那么我们也会经常来峰哥家来。跟大家交流交流。咱们元旦快乐，为2024年咱们共同干杯。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你们那边吃的怎么样了？好。对回不去的时光说声再见，对新的一年我们更快乐一点。2024是凤凰传奇和 B 站网友的共同走过的第四年，与你们的每一次相遇都是一种懂得，懂得是最美丽的缘分。让我们一起告别曾经的自己，变得释然，不亏待每一份生活的热情，不辜负每一次隔空的陪伴。愿这份陪伴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你好，2024。哎，别送了，别送了，峰哥，别送了，别送了，别送了，峰哥，外面太冷了，怪冷的。给你们拿的礼物。哎呀，都说自己家了，拿什么拿？以后都不拿了。常来自己家里面啊，常来常来啊。啊，峰哥，留步留步留步，太冷了。走了。不用，外面太冷了。再见啊。记得拍拍照我。好的好的，放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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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现在。假如有一天，一定在。